大家好，我是柯士达神父，我是新庄圣保禄天主堂的副本堂神父，欢迎来我们的教堂祈祷。你爱我吗？这个是耶稣复活以后问伯多禄的问题。伯多禄曾经否认耶稣三次，耶稣可以问他，为什么你不认我呢？ 我在早就跟你说过，你错了。将来你会不会再否认我？我要你替我照顾教会，你可以保证将来不会再否认我吗？不，耶稣没有问这些问题，他只有问他：你爱我吗？现在你爱我吗？是的。 我爱你，耶稣跟你说：“跟随我吧。”耶稣曾经跟那两个门徒说：“你们来看看吧。”耶稣跟那个有钱的年轻人说过：“跟随我。”耶稣说：“我在行动，跟随我，我不会停下来，跟随我。” 我很喜欢爬山，为了爬山，需要跟随一个在我们前面认识路的人。为了长大，需要跟随一个老师。跟随我的意思是，我会陪你，我与你同在，与你同行，不是说要学我，我不在。 你要实行我的旨意，不，我与你同在。耶稣没有给我们一个道理，一个教训，一个哲学，他给我们他自己。跟随我，你爱我吗？耶稣问我，问你，你爱我吗？是，我爱你。跟随我吧。